所有男生的梦中情房，看看 NBA 球员佩恩花费$100,000打造了顶级电竞房。众所周知，即便是混了再差的 NBA 球员，那都是一年收入大几十万美金的存在。而一些我们都能叫上名字并且有印象的球星，那收入可以说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想象。因此他们花起钱来，那也主打一个随心所欲。就比如说本赛季在雄鹿和七六人效力的卡梅隆佩恩，爱打游戏的他竟然花费$100,000打造了一间豪华电竞房。作为一个忠实的游戏迷，佩恩最爱的游戏就是 2K 使命召唤和光环系列。而在他的豪华电竞房中，除了电脑的配置拉到满中满这种基本操作之外，佩恩也把自己的电竞房环境拉满了。就比如说满墙的签名球衣，当你打着 2K 休息间隙回头观赏一下这一溜子珍藏版球衣，瞬间又有了战斗欲望。除此之外，作为电竞房肯定少不了 PS 游戏机、 Switch、 Xbox 这种基础设施，而佩恩在此之上甚至买来一台复古的街霸游戏机，不得不说真的是让人十分羡慕。而不同于其他人只能将一个房间改造成电竞房，佩恩这个豪华电竞房甚至还是在泳池边上的独院房子。那么各位屏幕前的观众，认为佩恩这个房子是自己的梦中情房吗？